陈珊妮日前的影像访谈计划邀请了不同领域的工作者参与，而 Hebe 也是其中一员。当被问到觉得自己是艺人还是音乐人时， Hebe 的回答却让部分网友感到很难过。对此他27日特地发长文回应。访谈中 Hebe 坦言自认是艺人而非音乐人，让网友看到后觉得很难过，认为唱歌时的 Hebe 最有魅力，不是商品。对此 Hebe 特地发长文安慰粉丝，他写道：艺人或音乐人提醒支持自己的粉丝是艺人，不代表不在乎音乐。他明白自我定位，也从未觉得自己是商品，但他也坦言对于市场而言，艺人本来就是某种程度的商品，这是事实也是现实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